时隔一年，我们又来到云林中营营的渔场。这次来真的改变了不少，除了路变大条之外呢，门口多了一缸大鱼缸，作为新昌渔场的门面。这一缸的鱼都好美哦，不知不觉就看得入神。井里的品种实在太多，花色也很多变。说实在的，我也不是很了解。不过呢，我发现我还蛮喜欢这种没有鳞片的德国锦鲤，就是这个橘色白色颜色交叉的这一只。因为呢没有鳞片的关系呢，我反而觉得很有特色，感觉就像一块果冻在水里面游泳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蛮有趣的。锦鲤为什么价格那么高又受那么多人喜爱呢？我觉得是因为锦鲤的泳姿呢非常的优美，不会游得很快，但是又有很有韵律感。还有体态的特征呢，包括身体的流畅度，还有从头到尾的协调性。养鱼这么久了，以前不觉得锦鲤有什么好看的，不过呢看久了才知道锦鲤的魅力。这和谐又平衡的体态，充满活力的锦鲤在池中游泳的情景呢，真的是令人看得出神。世界各大锦鲤比赛审核标准中，体型和游泳的姿态呢占了60分，而质地和花纹各占30分和10分，可见体型的重要性。看到这么大一片的鱼温，里面都养着很多名贵的小鱼苗，这些呢都是比赛冠军鱼交配生出的后代。将钟先生特制的鱼饲料撒向鱼温，这些饲料呢都是钟先生精心调配的，能够让锦鲤快快长大，还能够让锦鲤的颜色变得很鲜艳。其实呢，养鱼最大的快乐就是看他们吃东西。将大把大把大把的饲料呢撒向鱼温，真的是超舒压的，让我呢最近的压力呢一次释放出来，而且看到这么多鱼冒出来，就觉得蛮神奇的。鱼群呢让鱼温变得像一幅抽象画一样，真的超美丽的。这池里面暗暗的，里面是产卵池，仔细看水草上都有白白的点点，这就是锦鲤的鱼卵。一次呢产卵可以产下20万颗的卵，但是真正可以卖出高价的精品鱼呢只能挑出200只，可以说是好的鱼呢都是万分之一的几率才会有的，难怪锦鲤的价格会这么高。要怎么金鱼啊？对，脚枣红参色啦，啊，这个色味是变乌变粉色的，啊，这个乌了，伊脚红会开始浮红起来，乌的浮红起来。嗯。啊，这个问题是，要饲差不多四，差不多两个月，啊，这个抓起来要甲金的，要饲的甲唔饲的安尼。这只色彩真正真水，这只看起，这种这只黑黑吼，啊，青蛙白，啊，佫有乌影，后日也乌，涂个变做，迄个白色。哦哦。
啊，这个是做水的鱼啊。这只叫水只，色彩比较浓啊。啊，这只做水只，你想买哪里啊？三千。哦。这样那个让卖三千啊。这只，这只，三千。哦。这鱼也是做水。这只大个，做大只。啊，这个鱼鱼头，鱼头头大，啊，搁鱼抢只，抢起了，抢翻乌啦。嗯嗯嗯。啊，这个是近代造的。哦哦。红粉粉啊，安尼尔吼，爱怎开始红豆豆皮，豆豆皮对啊。嗯。这鱼仔囝是规只拢乌诶。嗯。啊，这饲起来吼，这样水鱼啊。是啊。你去手乌就水。哦哦。啊，这就对了，今麦今麦，咱好好。所以你看，你看对称呢。哎。这只乌真金啦。嗯。头阁大又啊。头阁大阁水。所以这只大个，大概你若只只来饲头，当饲头几几几几公分啊？嗯，这只买一袋头啊，都。我的公文那里靠，我的公文这里写的在南台啊，老李啊，啊，这个这个特别，你这么凹啊，那好，打多少钱也得，这个凹也辛苦，老李是个辛苦，也得老辛苦。所以家拢是胶的，三色的。一件，一件。啊，伊都无同款的，有的这个红，啊，有的这种红，啊，有的老李。叫你看，叫你看以后，叫你看进来，叫你看对一只。上午见到，上午见到。我看这个上午见到，你这个上午见到。这个上午见到。伊那给人过来背啊，啊表示伊他也是，靠抢，靠抢物件。哦。啊，动物来，你就讲我是靠抢，那就是后日动物，较大。哦。啊，这种作祟，这个这个抢嘛作祟，这个，这个抢嘛作祟，恶的吼。嗯。啊，伊个下当恶样，啊恶样，后日恶的事了。嗯。啊，就是作祟。哎呦，他爸，他爸可笑，哎呀，那今天他输了账，那长海这里也麻烦，长海这里，水价多水，有挑过的，挑过的，哎，挑过的，哎，不挑过的，你看嘛，哎，哎呀，其他的，主要是讲些重的时间哦，你讲是吃饭呢，都变成可以啊，啊，有影，啊，像这种啊，是比较恶修啊，嗯，这个也恶，手里的手啊，恶做到外孙的眼黑。哦，伊到尾四百单，收一支安尼个对啦。四百买啊，多只十个是叫头前一点乌，所以伊这黄泥本来生个，买来也收收哦，他赔钱安尼。因为大鱼了，伊就会白改白个身，啊，乌会结归归。对，乌白分归啊。所以鱼啊，饲鱼啊。重名哦，啊也乌，你看也乌足青，这是，啊你看着足清洁啊，迄、那个红质哦足柔软，看了足爽快哩啊。足干净。啊，看伊个白底嘛足水，伊个白底啦吼，伊个白哦，哦，这伊啊是万分之一啦，我操啊，百万分之一啦，这不过是，哦，今天都水了。别花那是啊，应该是。
个手哦，手够灰灰乌半条，都水，尾嘛真水。那条条个四爷鱼啊，真罕多。一条条很长嘛，所以我们就是往光呢。它漂亮不漂亮？一条条不漂亮。一条龙就三个，这么多哎，这怎么关的呢？哦，不给冠军啊！对啊，这家好好，好好，他这什么啊？叶兵那上靠饭，靠饭，啊！看人那他们那那足用的鱼，你敢讲？啊！这个话你看，也登记就是，这个人生一家，哎，什么其他亲人的生了？哎呀！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过来一次，你有什么？我这边就是越搞越长，它是哦，因为遐山段啊，搁带伊边啊，足清气，伊地势嘛真好，啊安静嘛真红，啊伊边哦都是足清气，都是遐个清气，啊伊个清气，嗯，啊伊个地都比较清。你来看你嘛，你来叫谁？哎，这好像刀哎，刀就是腰筋嘛。你们看，哎，呀。差不多要多少钱？这差不多，按照这月底去啊。也哦，足济数哦，哦，啊也红，根子都足青嘞。我爱乌个白，伊家分真清，无伫个中间伫啊，啊过来都是乌青和乌白，乌白红的啊。看看，我你讲个真绿绿的青，人个是真绿绿的青，这是真，这找到四个月的真青。这家都醉了。你去洗了。看中了，那钱也是安哥。钻石的那个材料位呀。阿彪，上世界上有名的位。阿彪。你尾钓加立体呢？立体啊！在我家的鱼池呢，因为水质控制得很好，所以鱼缸里面的鱼越来越多，变得非常的拥挤。不过呢，准备离开时呢，还是想买一条好一点的鱼回去养。经过钟先生的推荐呢，请我抓了一只非常美丽的鱼。他说呢，但是呢，要抓这只鱼之前呢，必须要我自己来把这只鱼捞出来。他说如果男人捞不到鱼的话呢，出社会就没有办法独立，所以呢怎么说也要抓到。过程中呢没有拍到真的很可惜，不过呢就在我抓不到的时候，我慢慢的把心静下来之后，快很准就抓到了这只我非常喜欢的鱼。那呢我决定把这只鱼呢放到自家的水池里面，要放进去之前呢，一定要先放杀菌剂，这样呢，新鱼呢跟旧鱼才不会互相染病。做好保护措施之后呢，将鱼放到水池里。希望今后呢，能够将鱼的美照放到网络上给大家欣赏。如果有鱼的问题呢，可以留言在下方，大家互相交流。那记得点阅、按赞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养鱼的影片呢，一直都是我最多人看的主题。老实说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最近蛮不想要做影片的。还好呢，最近呢，我又重新找回自己的目标。
我透过呢在家运动还有静坐的方式找回了自己的动力。希望大家呢不要在这个时候气馁，找到自己的目标，做有意义的事，撑过疫情的挑战。在这里也工商一下自家的品牌上好低基金，是你增强免疫力补充体力的最佳饮品。中草药饲养20周的竹林鸡，自然放牧，真的跟市面上的鸡精呢有很大的不同。那有喜欢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在下方的一些资讯处找到我们购买的方式。那要体验或者是来实体店面都可以。感谢您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